2024香港小姐之中有一位佳丽，发展甚至跑赢三甲，率先上位，就是夺得友谊小姐的三号黄顺文。在日前播出的一集《东张西望》入面，黄顺文负责报道荃湾疑似出现 UFO 的事件，对住镜头报道一啲都不怯场，谈吐得体，做街访的时候亦都应对自如，表现获网民留言激赞，其他佳丽都赞佢叻女。其实佢一早获黎子珊点名，大赞上节目的时候做足功课，建议他可以尝试做主持或者司仪工作，估不到当选一个月就火速加入了东张西望。